近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多次向世界不同地区发动大规模恐袭，中东恶势力突然大幅兴起，一场西方帝国主义和中东信仰文化之间的恶斗，究竟有什么原因引起今时今日的局面呢？梁燕成博士同我们一一探讨。淑玲教室梁燕成博士 ISIS 的在世，3月8日及15日星期二晚上10:30播出。